狂胜。来，欢迎回来《无名的世界》。今天是我们入坑这款游戏的第五天啊，第五天，目前来说玩起来的效果非常的好玩啊。目前第五天，那今天的话呢，一样去打架，又是愉快打架的一天啊。今天顺便介绍一下我的新流派，在上次的时候介绍过啊，我们抽到了那个五月超强剑嘛，然后我就走调和剑。那我觉得调和剑真的玩起来非常爽，因为真的是比拳法那种慢节奏的来说，控制那种来说哈，这种一波打到爽哦，而且又是武侠类型游戏哦，那个剑法整个连击接。起来哦，那个爽感真的十足，然后伤害如果爆发就更强了。那今天刚好在早上的时候呢，啊，我随意抽了一下，然后来个十连抽就抽到碧海神剑。那碧海的话，加入我们调和剑又是刚刚好，因为它的那个调息的那个内息是级嘛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来介绍一下啊，我的碧海调和剑啊，大概的一个组队思路是长什么样子。那等一下打架之前就去抽个卡这样子。好，那现在介绍一下我们的碧海调和剑。其实调和剑，如果你要分剑类的分类哈，一般来说剑大概有几种，就是阴剑跟调和剑，大概就只有这两种啊。因为目前的话，阳剑真的是有点烂啊，阳剑真的是不顶用，所以阴剑很强，然后调和剑也很强。但调和剑一开始，伤害会那些会不会比较低一点？它是靠连击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就是到后期才会比较强一点。那碧海神剑会在我们调和剑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？最主要它有一个很强的东西，它打伤害，然后获得一个碧海的效果。这个碧海效果是，只要你给对方造成流血或者是伤寒效果的话，我们会增加御剑的增伤18%。然后最多是叠三层，然后回合就是持续三回合。那效果结束，如果是三层的时候呢，然后会直接释放掉，然后那个聚气值会增加30%，然后连击率增加40%。简单说，它就是要在我们的霜寒放之前啊，在前面先放一个碧海的效果。所以我目前的一个配法的话，大概是长这样子。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的配法。最主要啦，五月苍穹剑第一个啊，它会先上我们的那个剑的那个 debuff， 因为它其实不会上霜寒，所以你把它摆在那些就是连击里面会很突兀，所以一般来说都是五月苍穹剑先开手，先开局的时候先打，然后先造成御剑减伤的效果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放那个碧海神剑啊，碧海神剑让人家有那个碧海的效果，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再接会有霜寒效果的，像比如说幻影无形剑，那啊不幻影神剑啊，幻影神剑的话就是打麻痹，然后打霜寒，那打完霜寒之后呢，我们再接那个雾明剑法。雾明剑法的话是可以消除一些 debuff 之外呢，自己又有增伤，然后根据霜寒的效果又会降低对方的聚气值，所以就是前面先减 debuff， 然后增加那个碧海效果，然后再增加霜寒，增加霜寒之后，然后我们再用雾明啊去减人家聚气值。之后呢，霜寒的效果差不多就快没了，然后再用我们的这个寒仓剑法啊，再把我们的那个霜寒值拉起来。要重叠也可以啦，只是我是想说分开，先试试看分开好了啊，这个也会加霜寒，然后持续四回合。之后呢，啊，再就是流云十三式啊，最后干一波啊，干一波。就是如果敌方处于霜寒状态的时候呢，我们聚气值会提高，那如果超过两个以上的时候，会有新金的一个效果。OK， 这就是整套的，就是碧海流那个碧海调和剑的一个玩法啦。那调和剑的话，一般除了我们碧海之外，大概还有几种选择。一般就是选择太极剑的，当那个就是武当出来的时候，太极剑要配上太极神功啊，这两个搭起来的话，其实效果就蛮强的。来看一下太极剑，一般如果你查攻略的话，会比较多人推这个太极剑的。那太极剑最主要也是这个，然后攻击属性，那跟太极神功加击在一起的时候呢，触发率100%，这个就不用绑那个碧海一定要先出，那它本身的伤害率也是够的，这样只是说要绑太极神功，这个东西就要看个人的财力。那像如果没有财力的话就算了，如果有财力的话啦，太极剑配太极神功两个加在一起的效果是不错的。好 ，OK， 大概就是这样子啊。这今天我们就来试试看我这一套啊碧海调和剑啊打起来如何，很爽哦。因为我之前试过，就是在我原本的木人像大概是卡154关，然后一直怎么样都过不了。因为我那时候是用那个挑灯剑，然后用改成碧海之后，然后研究了一下那个套路跟那个伤害模式，然后大概就直接过到160这样子啊，直接突破七关，感觉还不错。OK， 那今天我们现在抽卡好了啊，机的卡来抽一下。23抽，然后这个是18抽啊，来，然后两个心愿目前都还在 CD 10啊，是早上刚抽到的啊，那个，好来，希望是个不错的一天，开门见喜，不放手，烤腰，只有两个紫色的，看真他妈烂，哎呀，我看人家分享那个欧气的那个串呐、啊，人家那个绝学都有抽到四蛋黄或五蛋黄去，好啦，至少一定会有个绝学，开门。来一个五月长虫剑吧，来，这是什么阴阳刀法？靠腰，你不要不玩刀，耍刀，调和刀啊，没有阳刀比较强，看就这样没了，
干！单抽出奇迹，发射！干，跟机刀法是啥小？来个幻影神剑都好啊，来吧！这什么？观日剑啊，紫色的，紫色都是肥料。开门，干，风声拳法，哇，帅哦！好啦，我只能寄望这个了啊，寄望这个。来，七抽啊，出绝学，走！五岳苍穹剑出来吧！这什么？干，华阴剑法！靠，华阴剑！所有剑法我几乎都可以用，就是这些阴剑不……哎，看真的是阴跟阳是极，这会不会太胡烂了一点？看他们在骗人啊！单抽，发射没有，再来，麒麟剑没有，再来，靠，根基剑有了吧？还是要看一下动画。靠，根基剑傻小，十抽来一个观日剑，再两发，不是吧？又是根基，你是不是在骗人？呀，又是观日剑啊！最后一发了，抽完了。干，运气真的很鸟。我可怎么看别人怎么抽都是 一堆东西啊！看真的是太离谱了。好啦，算啦，没抽到什么好货啊！对，我想起来了啊，我包裹里面还可以再那个加嘛。来，这个是两发啊，两发。先看第一发，这是什么？云体风声术。哎，这个我好像有人看过，有这个调和剑有在用哎，云体风声。然后他的话是减伤，然后如果我们是先出手的话，五回合内会增伤。哦，感觉不错啊，至少比那个刚刚那些垃圾好。再来。干，醉翁剑，靠腰，这个用不上，真的是用不上。虽然说他有加双寒的，但是他的伤害好像是比较低一点的。好啦，没了啊，对，还有个调和，来，还有个调和，开，干这杀小啦，江东水上漂，连级提升，然后内袭低的时候扣除恢复自杀内力，江东水上漂，吃连级好像也可以。金钟罩是要下岗的啊！整理完之后，目前我们战力是27万，然后 PVP 战力的话大概是89000啊，快90000。那配法大概是长这样子，幻影剑啊有多了一重，内功的话大概也先长这样子吧。然后我们那个轻功的话，我换了那个江东水上漂啊，这个的话也还不错，提高连击率，然后有那个自身恢复那个能力啊，也还 OK。好，来，我们今天就来，对，这个忘了带一下。正常聚气值提升好了，好来 ，OK 了。今天我们就来 PK 啊，反正我们今天就来打架。来，目前的话是22名啊，22名。那我们今天慢慢打，看看有没有不错的对手。来 PK， 碧海江东水上漂，江东水上漂，太乙真气，碧海调和剑，开，五岳苍穹剑，五岳苍穹剑。看9700双连击，看有没有霸王枪法？霸王枪相当普通。碧海神剑，碧海神剑啊，没有上到碧海。闪电五连鞭，闪电五连鞭哦，马师傅，幻影神剑，说12000。八荒六合枪，八荒六合枪，八荒六合枪，好痛，别混乱。不明剑法，不明剑，有没有寒仓剑法？寒仓剑，戳，23000，十啊，相当轻松。而且这个是碧海没有那个有功效的。我们上一个碧海有功效，20，好，战力差不多，大奈，来 PK， 江东水上漂，江东水上漂，太乙真气，太乙真气，洗髓金，五岳苍穹剑，哦，刀剑的对决，五岳苍穹剑，五岳苍穹剑，16000，看卡14000，30000的，气海刀，我有一剑，碧海神剑，碧海神剑，有没有上碧海喽？半陀鞭法，上碧海，谁让我们上？幻影神剑，幻影神剓，有没有？剑攻剑攻3%效果，莫名剑法三回合，戳10000。五岳苍穹剑，五岳苍穹剑啊，相当普通。刚刚啊，相当普通。内功没出过的啦。寒仓剑法，寒仓剑，寒仓剑，寒仓剑双连击8000，听。九尾奇鞭，流云十三式，很普通。流云十三式，哎呦，点穴，死了，双寒啊，被双寒弄死。哎呀，我们越来越强了呀！升级哇，大师一阶啊！记得这个平常在打架的时候啊，这个要这个弄一下，因为这个东西有那个奖励的那个东西可以拿。好，再来
PK 啊，我们来看看谁比较强。哇，江东水上漂，江东水上漂啊，百发百中，海蒸气，哦是阳的哦啊，你死定了。五岳苍穹剑，五岳苍穹剑，砍一万八，砍，而且还是格挡哦啊。玉石九剑，很普通。碧海神剑，碧海神剑啦，上碧海了，碧海神剑死定了，上碧海了，哦暴击一万三。燃不动吧？冷刀。混乱幻影神剑，无形剑两万三，有没有暴击两万三，超爽。牧民剑法，牧民剑有双寒灯伤两万五，寒仓剑法戳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阿恰，吼吼，碧海调和剑啊，没输过啊，没输过啊，再来欧阳锋啊，有没有看到？江东水上漂，目前连一套完整的啊都还没有打出来，别人就死了，哎呦，多调和。五岳苍穹剑，调和剑的对决哦，好来看一下。五岳苍穹剑，看谁调和剑配的比较好。寒苍剑法，寒苍剑，然后加双寒。碧海神剑，碧海逃生曲。幻影神剑，哇，没有上到碧海神剑。幻影神剑，幻影神剑，寒一万一。流云十三式，流云十三式。牧民剑法，牧民剑，戳一万二。牧民剑法，双连击。牧民剑法，牧民剑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目前势均力敌。寒苍剑戳一万三，再戳玉瓷九剑，玉瓷九剑啊！玉瓷九剑，哦哟，混乱！流云十三式，流云十三式，一万五。五岳苍穹剑，五岳苍穹剑，五岳苍穹剑，哦哟，双连击哦，很嚣张哦！五岳苍穹剑，爆火了吧？五岳苍穹剑，双连击，死了吧？啊，险胜，哈哈，我们还是比较强的。哎呀，剩2%的血。好，那我们再打一下这个好了。我看我们这越来越强，打到现在没输过，没输过。来 PK， 江东水上漂，江东水上漂，风幻影步，对方也是调和剑，五岳苍穹剑，五岳苍穹剑，一万一，五岳苍穹剑，看，超连击，醉翁剑法，醉翁剑，哦九千，五岳苍穹剑，五岳苍穹剑，五岳苍穹剑，哎呦，他也双连击，后手破招，碧海神剑，碧海，上碧海有了。幻影神剑，幻影神剑有没有一点 buff 效果？牧民剑一万一，牧民剑法我也有，一万六。碧海神剑，他有碧海，哇，碧海好痛啊！哎，输了。寒苍剑法，寒苍剑戳。流云十三式，流云十三式，寒云十三式，双连击。幻影神剑，这四百多。五岳苍穹剑，五岳苍穹，啊，肤浅。哇，我们狂赢啊，到现在没输过啊。那我们来打最后一场啊，这个九万的啊，卷轴快差不多快用光了。来，最后一场。江东水上漂，剑是我的碧海调和剑，太乙真气。哎呦，它是吸内拳啊，让你剑是秒杀你的吸内拳。天竺点血指，天竺点血指，有没有被点到？靠，有没有点到？哇！一指禅，一指禅啊，不痛。碧海神剑，让剑是我的碧海朝生。七绝拳，七绝拳啊，相当普通。幻影神剑，幻影神剑。牧民剑法，牧民剑戳破万，哒哒哒哒哒。如来神掌，如来神掌，哦一万五哦。寒苍剑法，寒苍剑戳。寒苍剑法，双连击。玉瓷九剑，玉瓷九剑，哇，你阳拳带什么玉瓷九剑？乾坤八卦拳，乾坤八卦拳，哦，痛哦！哇，这个两万三痛哦！五岳苍穹剑，五岳苍穹剑，说五千。碧海神剑，碧海神剑上碧海有了。天竺点血指，哇，他那个金身锁血啊！啊，没关系，应该死了。海锁啊，死了吧？双寒啊，秒杀你！哎，赢了啊，十三米哇，我们这越来越强大。好 ，OK 啦，那之后我再刷一下好了，这个差100分啊，随便刷一下就可以了。好 ，OK， 那目前玩起来，我的碧海朝生剑真的是碧海调和剑啊，碧海调和剑真的太强大了，哇，这个真的是不错。那等到时候那什么武当出的时候啊，我们再来抽一下好了。武当出的时候，我们再看看太极剑跟太极神功要不要一起拿来用一下。OK， 那先支持一下，我是炫老，感谢收看，下期我们再见。